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狐。本期视频呢还是全境出击，但是我觉得我这期装备简直就是不要太好，就差个那个吉利服了。不过也别说无所谓了。这开车，快开车进圈了，进圈再说。撞歪了，不过现在子弹有点少，其他还好。红点，这个子弹有点少，弹太少了。再快一点。尽快进圈。跟上一期装备差不多，只做 98K 没那个 AWM 好嘛。反正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哎，空投就不去捡了，捡那么多空投也没用。这一个人。过去，啊，反正我们三级头跟三级脚，我就硬刚他。太不行打了，再差一点东西，差点配件，就去收一下。98K 的子弹弹没有，反正我还有一个消音器嘛。哇，算了，不去捡了，反正差装备也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了，继续跑图。哇，要过河，那，啊，我们就把那个空投捡了。本来说不去太远了，然后想了一下，不捡还真不行。圈刷了那么远，有人。怎么办呢？不能去捡那个了。圈吧，我觉得不能去捡，那么肯定有人蹲着。嗯，啊，回去，开车过去，直接过河，不去捡了。你捡的话，肯定有人迎着那边。
对，就直接开车回去，开车过河，直接去那边，那空手就不纠结了。我们从这边过河，这边。不打死吗？我真的是，你打死也不管。直接过河了。有空投都不去捡。钱吧，就捡了几发子弹而已。哎呦，还是不去了，太阴险了这边。那个车都被烧起来了，直接过河。捡就捡了，靠！有人，谁都知道这边有人，怎么办呢？想一下。但是他没办法，等着吧。那边肯定有个人。哎呦，他抓不到我！看，孩子，我操！还打不打？打！叫你打！你敢露头，弄死你！把包铁了，赶紧走！好，行了。哎，没有不对啊！没子弹吗？
用了急救包，医疗箱。直接走，直接开车走。阴我！你那个仙乐头，你肯定要死啊！那你还想阴我？那没办法，那你肯定被我打死了，那还用说吗？先不管他，先把药打了，还是用不完的。说实话，刚才那个人他还是缺少一点经验吧，我只能说。因为我跟他想的是一个一样的，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猥琐嘛，然后他根本就没想到我还在后面，然后他又想打我，他跳下来的时候我就把他杀了，这么简单，杀人于无形之中，穿着他的极地服直接打他。那个是人吗？箱子吧，我就说是箱子，怎么会可能是人嘛？对，他还是太年轻了，我只能说。还有几，还是猥琐一点吧，万一圈都刷到这边了，有人不小心吗？不过子弹也够用了 ，AWM。那应该在上面吧？这几个人，哦，糟了，万一他在楼上猥琐了？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。他会在楼上猥琐的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如果他楼上猥琐的话，楼上应该没人吧？赶紧跑！看到人了，他应该，我不知道他看到我没有，反正我看到他了。啊，这下的话。就稳了，还能不能上去？能上去。就两个人了吗？那我想怎么打他？他就在那个后面，石头后面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他差不多了，就等刷圈吧。要出来吗？确定要出来？确定要出来？没看到他，他刚才都不打我的。
那他死了。你还不死？你还不死？死不死？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那一波他还是他们两个，他们前面那两个人太冲动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。他也不敢开车子，我也不敢开车子，他然后贸然的过来杀我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么好吧，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